也不会，但是也不会掉下来的。哎，这就是稳了，这就是这个支撑点了。你找到这支撑点之后，你起来的时候，你是用腹部带动它起来。其实腿是起来的，腿是起来是用点力的，用点力起来，起来。我是现在单脚啊，好，这样起来是。不过有人说试了一下屁股痛，是不是做错了？你的屁股其实没有，你的屁股完全没有碰上，为什么会屁股痛呢？屁股痛，我猜你的是你没找到你的支撑点，我猜你是用的屁股做支撑点。我们不是做用屁股做支撑点，我们是用旁边，你摸着自己旁边是有一个鼓的，硬一点的，那个不知道叫小东西，一个部位。这个硬一点的骨是硬的，叫这个有一个位置叫反正你不是臀部，你可能你的支撑点放得太厚了，你把用的最硬旁边最硬，你摸着是骨头来的，把它作为支撑点而不是屁股。你这样子是当然是屁股疼了，因为你看现在我是用的屁股了，我现在是用着屁股做支撑点，而且效果没那么好。你是越打血一点，你找到支撑点，首先要找到支撑点，硬这个位置。好，稳妥了，你就起来了哈。我们再做，一起再做啊！准备起来，一，我慢这一点，二，三，大家看一下，不是四支撑点，五，你两侧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给大家展示做的慢了一些，初学者，但是也要记得快的话更有效果。我知道你为什么觉得是屁股疼了，你不是屁股疼，你是这个骨，的确是这个骨头，你会可能是不适应不习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垫一个毛巾，垫一个毛巾，就我们拿一个毛巾，薄薄的毛巾过来，因为是，你可能就是地毯太硬啊，地毯太薄啊，你的瑜伽垫太薄啊，因为像我们有些时候是瘦的人啊，尤其是瘦的人会很容易骨头的位置。会容易出现问题的，你可以换一个用一点厚一点的瑜伽垫，或者是垫一个毛巾，在这个位置，你可以马上试试，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放这里，把你的支撑点放在毛巾上面，一样的，好，你看，马上告诉我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好一点？好，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对不对？你放这个毛巾在这里垫着，支撑点放在支撑点。但是如果你放毛巾的话，你就要马上就找到了支撑点，因为你这样子很难找到，你就这样子直接放在支撑点，放在上面。找到支撑点之后，首先这个动作你要找清楚。找到安全，不止找到安全，找到你能动得舒服的位置。但是这个动作旁边两边的马甲线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你坐得正确。好，准备稳了，起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有一个重点呢，你看我推出去的时候，我不是踢下去的，我是用腰出去的。你看我不是这样子，我不是用腿踢下去，我不是这样踢，是用，你看。好，另外一边。好，把最硬的支撑点放在毛巾上面。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好，垫毛巾是为了让大家不要那么痛，尤其是初学者。保护好自己，健康第一位，健美第二位。
十四、十五。如果你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哎，我说屁股疼啊，或者什么疼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支撑点，这个是支撑点，大部分的支撑点都是骨头这一块的，会硬一点的，因为这个臀部不是在，不是后面的，所以你要放着毛巾把它垫着，那个像骨头一样，其实原理就是像这个骨头，你这样放，是不是舒服一点呢？没那么疼了。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好，现在做第三个了啊。这个是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好，我们调整一下瑜伽垫的位置。哪个位置啊？什么动作？呵呵，平板撑。好，平板撑是很简单，很多人都做，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这个错的，如果有人说希望你每天都播，今天觉得很痛快，每天都播，那要歉疚，那要歉疚我做运动的时间了。那错了，屁股起来，屁股起来，或者是这个起来，都是错的。首先趴下来的时候很舒服的，你找到很舒服的位置，很舒服的，这个你就不舒服了，这个就舒服了。好，起来的时候这样子，腿这样子起来，不是这样起来，这样起来，蹬起来啊。脚尖吗？脚尖，嗯，因为现在这个，哎，我再往后一点，我来，我来，我来，可能就看得清楚一点。好，腿啊，不是这样子啊，这样子起来，看见吗？好，先首先腿起来，脚起来，臀部起来，然后起来了哈，然后就慢慢调整，自己觉得哎很稳了，但是你看我屁股是翘起来的，错了，屁股平，肩膀好，就这样子，然后就保持你的呼吸，也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子，很多人做错的就是这样子，把这个直椎挑起来觉得很容易。好，保持那个呼吸，好，大概我没算时间，我觉得应该三十秒吧。好的，我们来给差不多计时。好，现在停下来了，现在是休息一下，你会觉得这个胳膊这会有点累的，有点累的，疼的是正常的，因为就是你这个胳膊这个位置还不够，简直叫过头肌的位置吗？不是过头肌，这个肩膀可能就是你的肩膀还不够强，还不够强壮，所以如果你的肩膀不够强壮的话，你就先不要做这个动作吧。但是这个是的确是最简单，也最简单，对人来说，容易开始。好，我们再来，我们只要求不高啊，我经常顾客经常说要求不高啊，十五秒，大家一起跟着做啊。首先要从你这个动作要做的正确开始，而不是从这里开始啊。好。好，你调整好了吗？屁股不要臀起来，屁股不要翘起来，直的，但是也不是这样子，直的。整个后背是一条线，对吗？你感觉自己要抓到的感觉。好，准备，就可以开始了。开始算时间，十五秒。好。好。不要。一一一，我们这几天就算了。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就肯定确的，准确，不可省掉。否则人家做了十五秒，你自己做十二秒。就亏了，亏了。大家记得哈，这个动作至少坚持一下到十五秒，然后保持住。好，十五秒，对啊。好，你就慢慢增加上去。好，我们等一下，我们休息十秒钟吧，休息十秒钟再来。十、九、八、七、五、五、四、三、二、一。好，再来啦！撑起来的时候，屁股。不要翘起来，也不要往下垂，直的肩膀调整好，
开始。要留意自己的动作，屁股不要翘起来。好，计时啦！一二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十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好，差不多了。对呀、啊，一定要坚持至少多少？最少十五秒啦。好，我来跟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做错。小白过来看看你们。然后跟做那个十五已经三十秒了。我看见他了，那几秒钟，他都不到五秒钟已经趴下来了。小白是爬过去的。对，我发现了，他已经累得不行了。好，你调整好你自己的。你觉得你的肩膀，你觉得你的肩膀调整好的位舒服的位置吗？嗯，舒服吧。好，有人问这个动作需要收紧腹部吗？一定要，我们要核心，你要撑着，你就撑着的时候，你不用提醒自己，你的腹部自然就会收紧的。好，起来。我一上来就计时哈。好，不，你先调整那个位置，准不准？你头部要往上，对。你可能要胳膊要往后一点点，对对对，你不要抖。他在抖，我们的小白在抖，而且姑姑。你这个要你往下了，往下，你偷你好，这个要挺起来，臀部要下去。姑姑在说臀部要下去，腰要起来。对，臀部要下去，腰不要往上，就这样子，他就翘屁股的感觉，就是好好不要下好。好下去，他就抖了。然后呢，你就不要强迫自己，你要就是说，做到最好是吗？能到极致就好了。你可能慢慢练习的，可能今天十五秒，可能明天二十秒，慢慢来。好，可以。动作一定要做对。动作一定要做对，否则可能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比如说用错力的地方。因为你这个手的放的位置，你可能有些时候会放得太前，你根本起不起来。你看这样子，我的确能起来啊。但是我这个会疼，很努力会疼。是的，你看我这样起来，我也可以起来啊，我也是做的正确，但是我会疼。最好是九十度，你最舒服的状态。你看，最好你弄到这个手能动的时候，你不是靠这个手去支撑，是你看这样子，而不是靠这个支撑。你靠这个支撑的话，你的力就在你的叫什么，肩膀，你会上你的肩膀，就能这样子。好，很多人一直在抖，做这个动作，觉得身体在抖。那要不要再来？再来吧，再来，我们就好，我们就坚持。这一次我们尝试二十秒，这一次二十秒，坚持一下，主要找到那个重心，你不要太前了。直播间的粉丝们，我们左上角关注姑姑，点亮她的灯牌。姑姑的话，14号、21号的直播你第一时间能收到。另外，点点戳戳屏幕，戳戳姑姑的盛世美颜，我们给姑姑点点赞，好不好？好，我教你们怎么找到你最好的位置。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感觉是九十度啊？你看这样子，太出去了，你很难支撑的。这样子，不到九十度，大概你就是。这个位置你感觉这样子，来你这样子左右两边都很平稳的，不会摇动的，这个是可能就是你的最好的位置了。好，起来的时候不要用手掌，不用手掌，准备向腿向起来，然后调整起来的时候，然后就调整你自己，调整你的直坠的位置，屁股不要翘起来，屁股要翘起来啊，因为你会利用屁股翘起来，利用直椎，然后直椎就下去了，不要这样子。好，我们准备计时，开始了啊！准备计时了啊！起来，一一一，好，二十秒啊！二二二，对，对，二十秒，二十秒坚持下来，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我们一起啊，给姑姑。你就是说有抖的话，你只是可能的手抖，你可能手抖，因为你感觉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撑起来的时候。你的腹部根本不需要特别用力，因为你的腹部没有收紧的话，你是支撑不起来的。如果你的腹部是不是收紧的状态之下，你是等于说你是可能屁股翘起来，可能是臀不下去，
你根本就不用用到腹部。直播间的粉丝，姑姑这么认真在教学，所以左上角请关注姑姑。另外的话，点亮姑姑的灯牌小黄心，因为姑姑14号、21号的直播，你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另外，手闲着的朋友们，戳屏幕，给姑姑点点赞，好不好？哎呀，我突然就忘记我刚才说要，我送20秒，好，20秒了，啊，20秒可以休息了。我刚才忘记了，我今天准备了一些书，我自己的书要送给妈妈们的，送给妈妈们的，我忘记了，现在想起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看能不能找到10万，我们抽一位今天过节的幸运的妈妈。对对对，要求是一定你要是妈妈，你要是妈妈，然后留下言告诉你。什么幸福的日子在今天？有什么幸福的？如果你不是妈妈的，你就把这本书送给妈妈。可以，很棒的礼物。对。啊，待会儿让姑姑看一下为什么这本书很值得在母亲节送哈，因为这里也有姑姑。等一下啦，等一下啦，我点到你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你希望写什么名字，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大家现在左上角关注姑姑，把自己的这个直播间分享出去。哈哈。这是我的妈妈，是不是很美啊？打个招呼，大家叫她什么？姑奶奶。姑奶奶，这是我爸爸上天了，上天堂了，爸爸。好，就可以本书，我们放在旁边，好好过，大家一起好好过。我放在旁边，姑姑继续交代。对，我今天忘记了，要不要放旁边了啊？不要放，等一下。你挡不住。哦，要告诉人，我们要等一下，等一下要送的，等一下送给你们的。但是必须要是最好是你的身份你是妈妈啊，或者你给一些特别给我的什么特别留言吸引到我的，你打动姑姑奶奶，我好习惯的姑奶奶。一位很有才的网友留言说，姑姑的妈妈叫什么？姑奶奶，真的厉害，真的厉害。那好了，我现在还要给你们准备另外一个啊，不要停下来，肌肉不能软下来，不能凉下来，不能凉下来，就肌肉不能凉下来。另外一个动作，躺下来，哎，不行了，看躲住我了呗，对不对？你可能是不是会堵住我啊？没有啊，啊，那好，这个是特别针对我们的下腹部，有分上面、下面，针对我们下小腹的下面的，要。仔细听好了，我现在给你们示范一个正确的啊，然后再跟你们说，这个也是我基本上，其实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都是我每天都会做的锻炼马甲线的动作。好，放在臀部上面支撑点，一定要放在臀部在支撑点，这个是保护我们的脊椎的。起来，不用太高，这个太高了，太高了，已经做了缓冲。做了狂冲等于就是泄了力，泄力就是没得到的效果。我经常说像橡皮筋一样，橡皮筋最绷紧的时候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好，你找到这个，找到这个，好，差不多就这里是最，你是最最最最辛苦的这个高度，就只能到这里了。好，大家跟着姑姑坚持一下，然后好，把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如果破10万，我们就抽中今天的幸运的妈妈，然后你可以得到这本书，然后把这本书当成你的母亲节的礼物送给你。为什么我把我的头掩盖，不让你们看我的头？因为我现在想跟你分享的最重要是腿部的方向。好，你看了我腿了，我放在下面支撑你的臀部，这样子太出去了。放在里面，全部放在臀部里面支撑，然后手是直的，而不是这样子，直的。姑姑，你可能要我稍微往下一点，大家看不到你的脸。不，我特意的，你刚才没听课，没上课。Sorry。你这样子的，然后就是这样子，你看着我的腿了哈，这样子是开始了，这样子是开始了，起来，不用太高，这是最高了。下去的时候不要往下去，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好了，大家知道了吗？这样的角度重点了。好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做了，一起做。我调整一下，来调整一下瑜伽垫。好，好，直播间的朋友放在臀部。好了，为了迁就你们了啊！对，迁就大家，让大家看到姑姑。
想知道姑姑平常这个动作每一次一组每一次多少下吧，100下为一组。好，那今天我要求不高啊，今天我只要求你们也是15吧，15下就可以休息一下。好，刚才说了啊，哎，你们看到腿看得见了啊，腿部这位置。好，哎，这样子会不会，哎，没关，好，这个开始了，准备起来。好，你上来的时候是吸气，下去是吐气啊，吐气，11 12 13 14 15。为什么会放一本好好过在前面，是因为姑姑要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今天过母亲节。重点呢，你的腿下去的时候是吐气，不要反方向啊，下去的时候吐气，不要全部沉下去。好，现在我们休息几秒钟，5 4 3 2 1开始。好，准备再15下啊，不能休息太久了，太久是白费了。好，开始啊，准备，1 2，下去的时候吐气，3 4 6 7 8 9 10，12 13 14 15。好，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下。五，不要压着手。5 4 3 2 1，好，休息一下下。好，再来。好，你偶尔讲解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大家哦。等等啊，提起来的时候准备起来，吐气，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好，这个动作特别是针对我们的下有哪些做错，跟大家说一下。海燕过来，海燕过来。 好，你刚才是因为我刚才是躺下来没看见你是怎么做，看你做的正不正确。先是手在这儿啊，你看这个手要伸直啊，不要弯，是直的。好，你是好，准备搬好起来。好，是不是最辛苦这个高度了？好，下去时候吐气，下去吐气，哎，不要全部啊，不能。好，下去吐气。好，最多只能这样子了。好，上去再高一点。好，下去吐气，每一次下去就吐气，连续做，连续的钟摆，像钟摆一样。可以快一点。你提醒一下，因为没有电了，我们可能要把麦给换掉，然后给它充电，可以，因为只有一个接口。你直接跟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就好了呀。我这个麦克风可要取掉，音乐我会调。啊，可能只要需要声音大一点。你直接拿走就可以了。好嘞，好，下去吐气。今天是不是过时了，超时了，所以我们手机没电了。下去，大家都还在跟着姑姑练，不要放弃。连续钟摆要连续的动作，不要，可以快一点点，要有节奏感。下去，我给你带动腿啊。好，下去吐气，再高一点。好，下去吐气，好。哎，这个做的挺可以啊。好，就这一次了。好，我们再来一组。好，你去旁边了。小白儿，好，可以啦。所以我猜你们也应该是能做得到的哈。这个，好，我就腿放着，臀部直的啊，不要弯，直的支撑着我们整个身体的脊椎，是保护的哈。好。一半，好，起来，准备，好，15下，上去，好，吐气，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好，停一下下，休息，几秒钟吧，5 4
三二一，好，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休息再五秒钟。这个动作是特别针对我们的下腹这个位置的。好，你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旁边人鱼线这旁边两边是特别绷紧的。好，放在这里。有人喊你坏皇后。好，坏皇后，好，坏皇后还叫你做运动啊。三四，不管这个动作看不到你的脸，我建议给他小白示范，你可以给他讲解。哇，现在看到我的脸了。好，十三十四十五，好好，这个动作好了。我们今天练习马甲线的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我要等下个礼拜再带着你们一起练。你们要每天练习，我要看看你下个礼拜有没有，我会增加，看看你们有没有跟得上。那我们现在李老师要检查课了，到时候对啊，检查作业，我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跟得上啊。我会下个礼拜我会增加这个数量，如果你每天都有练习的话，你我猜下个礼拜你可以增加五下吧。姑姑刚才说，那刚才的动作有人说大腿酸，这是正常的吗？刚才的是正常的，因为你会用到，因为你想想看，这个腹部的力量是带动着大腿的。如果你的大腿比这个腰疼的话，你可能用的大腿的力多了，证明是怎么呢？你的腿伸得不够直，你的腿伸得不够直。你看，你在伸直的时候，假如我现在是躺下来的时候，如果你是用了大腿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不够直，你是弯了，你是弯了一点点，你就弯了一点点呢，你就是用了大腿的力量，所以你大腿会疼，因为你的腿没有伸得直，要伸得直一点。好，我向你跟你说一下，伸得直一点，其实就像钟摆一样，你不会的，一定是不会用到大腿的力的。你的大腿只是绷紧，但是不会疼的，是绷紧不会疼的。那好了，我们现在呢，我今天特别给你们设计的，我们做完腹肌锻炼之后呢，我们来一段的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这个心肺功能呢，我们不用长，因为可能你今天刚刚练的已经有点辛苦了，只是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心肺功能的，好，我选了这首歌，我猜你很多人都听过，只会有六分多钟，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机器的位置，给一下时间，马上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非常棒的环节，非常棒了，非常棒。姑姑跟我们提到都很振奋。啊，这首歌啊，不，我们要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的，特别心肺功能的。好，对，这首歌只有六分多钟的，你就跟着我动。好，你如果现在我们在看着我机器调整的时候，你就伸不下来，然后呢，对，伸不下不停。好，然后我先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冷了，我要跟你们提醒一下啊，最好用脚掌。少用脚尖。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的膝盖，比如你的膝盖不好的，就不要弯太多，这个弯度就你喜欢多一点，少一点，多一点。好，然后呢，我会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叫，我希望你们就慢慢听习惯了，叫 single， 因为我可能换不过来，单数 single double 就是单数， double 就是双， single 单， double 双， single 单， double 双，我怕我换不过来，单双，我怕我改不过来， single double， 对，如果就是一下，这个就是 single double， 好，四个呢，单双。
双，我怕我会自己被影响。好，你们就姑姑，你就用 single 跟 double， 我们跟着你的节奏。如果跟不上的，我就是看视频，你是看视频跟着我。对，跟着我就好了。我给姑姑补充一句哈，所有整个直播的过程，小助手账号会全程录屏，到时候发布，然后所以大家还可以回看，在姑姑家最棒的小助手三个感叹号，请关注他。好，我现在的啊，你现在看看你的动作哈、啊，我自己他，我们这样子，不管的 single double， 不管的 single 还是 double，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样子很简单了哈、啊，很简单了，这是可以不停的心肺。除了锻炼我的心肺功能之外，还是锻炼我们的胳膊心肺功能，这样子啊，这个一个，这个很简单，对不对？对。姑姑现在因为大家都戴口罩，心肺功能是不是特别需要强健？需要，我们心肺功能呢，你能在做的期间，你不需要用到一些什么心率计啊，不需要。我跟你们说，我会怎么？如果你想燃脂的话。你就动着动的时候，你还能很轻松的，还可以说，还可以讲电话的啊，那就是差不多的这个心跳的阅历要求。如果你是很辛苦的，差不多讲不到电话了、这个时候就是锻炼你的心肺功能，就是你的心跳率超过85%了，就最极限的，就是你说差不多是我们不是专业的运动员，你怎么能讲话像刚才一样，像刚才一样。姑姑一直在做运动，一直还能讲的。好，刚才说到一个动作啊，一个啊，然后另外一个前面，好，另外一个，好，姑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是强健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现在都戴口罩，好，三个动作，好，四个动作，刚才已经做过了，但是可能这个是心肺功能，我快一点了啊。直播间的朋友们站起来哦，左上角关注姑姑。四个动作，简单了啊，一个。两个，好，三个，刚才做过了啊，刚才效果做过三个，好，另外一个是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有腰。嗯，有人说直播间有点晃，因为我们在调整镜头，等调整好了就不晃了。千万不能晃，要不人家看的跟狂的时候，狂的时候头晕了跟不上。是的，好，调整好了吗？我们调整，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准备了，哇。所有同我有点迫不及待。姑姑是不是要告诉大家不能够停啊？不能停啊！你现在你看姑姑在讲话，我也不停。你准备把自己准备起来，啊，我们再调整我们的积极位置，不能晃，你们看的不能晃。好，我们这样简单。你膝盖疼的不要提得太高，不用提得太高，因为我只想把我们的肌肉保持着温暖，而且。就保持着你们的一个动态心跳率，不要让肌肉凉下来啊、哦！心态度其实你看，这样子也可以，打开滑板带，夸打开啊，这样子。其实你看，呼吸保持着普通的，保持畅顺就可以了。好，准备好了吗？可以了吗？我们 OK 了，就等姑姑。看着音乐吧。来了，好嘞，准备音乐了。这首歌是姑姑特意为心肺功能这一段挑选的，只有六分多钟。好，声音够不够？我不知道。对，大家觉得声音怎么样？音乐 OK 吗？如果 OK， 在屏幕上与我们一起沟通。不够，我们要调成大声的。对，我们为你来调一下音乐。这有人问在干嘛？现在姑姑是在给大家。教导是什么来着？分享是心肺功能，我们锻炼心肺功能。Give me a round， 慢慢的 ，single， 好 ，double， 哦，准备 ，double， 要不要快了？更加快了。很开心的对。好，肩膀一起来啊！好，变成single了，single会，单的会辛苦一点，但是努力，这样你可以的。
好，跟着音乐。好 ，double。好开心了，对不对？好，变了一个动作了，前面同样保持双的 double， 前面膝盖弯一点点，带动你膝盖弯一点点才会有节奏感。心跳率
肯定已经达到现在是我的极致的，差不多已经超过80%了。这个就是锻炼我的心肺功能，停下来了。好，你看你刚才跟着练是不是6分多钟？很愉快，6分多钟已经过去了，其实很简单，很简单，是不是很愉快？很开心，很愉快，很开心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继续，大家还在说，姑姑再多分享一会儿，继续。那我觉得啊，那我们做完之后，我们要做这个拉伸，我们再做个拉伸。那我一看了，我看了一些弹幕上，想说想要什么啊？想要再做，想要再做。我本来是现在已经是准备给你们，一起做拉伸的动作的，已经还下来做拉伸了。如果你们说不，我还要做这个，我还要做拉伸呢、啊。如果你们想继续，哎，不要，我们继续做拉伸吧。好嘞，我们因为拉伸，因为现在2点半了，拉伸要5到10分钟啊。是的。所以大家要跟着姑姑继续哦。但是刚才这个还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的，这个是，哇，好，我们准备拉伸了。你们做完运动必须要拉伸。如果小白们没有经常做运动，我相信你如果从头跟着我做的话，你肯定明天不是肯定一定啊，一定明天是会肌肉酸痛。但是肌肉酸痛不是恭喜你呀、啊，你是恭喜你啊，证明你是肌肉是真正有锻炼，真正用到。如果你今天整天下来，你明天不疼的话，等于说你今天就白动，因为真的白动了，白费了，因为你的肌肉根本就没有听你的实话，他没有听到你的要他提起来、用起来、动起来，你根本就没有用到。所以你的肌肉酸痛是恭喜你，很好。肌肉酸痛是好的，好事的，因为肌肉发出那些乳酸，然后呢，你就明天不要动，明天不要动，休息最多一定要差不多要最好2天了，最好2天，第3天就千万要动起来啊，不能停下来。如果你第3天停下来了，你我等了我全部不疼了，我的肌肉全部不疼了，我才开始，哎呀，那你就白费了。你就知道你下一次开始的时候也是重新开始，就重新开始，你就惨了，真的得不偿失。所以啊，就要继续。好，3天最多，如果你肌肉酸痛，明天肌肉酸痛只能休息3天。哎，肌肉酸疼只能休息3天。3天，你第4天你必须要开始做，否则就不太好了，就浪费了之前的锻炼。对啊，但是我又不能3天之后跟你们直播，所以你们这次自动自觉啊，要等到下个礼拜六了。我给姑姑补充一句，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关注姑姑，点亮姑姑的灯牌，她14号、21号还要带着大家继续动起来。好，我们现在做拉伸。好，现在我们准拉伸跟热身有点，噔噔噔噔，我这个音乐也是特别我选的，噔，好，轻松愉快的带着我们，好。拉伸跟其实跟热身有点类似，但是我们拉伸的要时间长一点。首先我们今天用了很多胳膊的位置，好，这里噔噔噔噔，不是你上，要起码要20秒。整个过程当中你要保持呼吸，不要憋气，千万不要憋气，我们做运动不要憋气，呼吸很重要，你呼吸错了真的反而是你的身体的伤害。你这样拉的时候用这个使劲推，这个手为什么放起来？因为使劲推，哦，好，哒哒哒哒，好，另外一边慢慢拉伸的时候不要马上用，慢慢让我们的肩关节慢慢的适应不同的位置，不能马上。好，现在再来推起来，起来推，往后推，你会看到肩胛骨，对不？没看见肩胛骨的位置是拉着拉伸，这个才是拉伸。你起码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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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间的粉丝们，左上角关注姑姑，因为14号和21号我们还要直播，你会第一时间得到通知。或者你们想要哪一方面的运动，可以留言
因为今天我是看了之前的很多的留言，想问我怎么锻炼马甲线，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集中锻炼马甲线这部位。如果你们想下个礼拜还是想马甲线的，就告诉我，然后看您看我看你们怎么留言，慢慢来。好，然后就反过去，慢慢呼吸，深呼吸，每一气慢慢叹气，慢慢全部叹出来。你们现在有没有汗水？汗水结背，已经，我的流的汗了，流的不得了了。我相信你们也是。姑姑，最好的护肤水是什么？汗水，是运动的汗水，对不对？对的，汗水，不是泪水啊！我绝对不会跟他说，不是泪水啊，是汗水啊。好，这个位置把它拉直，这是拉伸，拉伸这种。这个位置别小看它，是这我们女生啊，这个位置很要紧的，拉伸，把它肌肉拉着，长条长条，好看的，噔噔。好，另外一边，好，拉过来，好，哦，姑姑，这次直播涨粉了30万，哇，有30万的粉丝通过这次直播关注我们，来，拉伸我们的大腿，大腿，首先一边，咱们这样子的，如果你的平衡力还没那么好，如果你的平衡力还没那么好，那如果还没能这样做的话，你就。哪里椅子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呢、啊？如果你能这样站呢，就这样站；如果没有，就把椅子安全一点，这样子啊。重点啊，这不是拉伸啊，这样不是拉伸，这样才是拉伸。往后，把腿拉在后面，贴到你的臀部，贴到你的臀部才算是拉伸。对。把它固定，而且不要这样子，它不这样子，这样不叫拉伸，要停下来的位置，这样子。很多人问哪里看姑姑的直播，没有参与，遐想回看的话，请去关注小助手的直播。另外一个腿，也是啊，拉到后面，好，贴到我们的臀部啊，这样不是拉伸，这样才是拉伸啊。是几秒啊，要少一点，10秒以上才算是。嘟嘟嘟嘟，好，放下来。好，我现在可以，我们要拉。要长一点，慢慢，我们要低一点，慢慢调整，再低。如果你这边膝盖不好，你就不要太低，这样子也行。重点在于脚尖要起来，脚尖要起来。这个除了是拉伸我们的大腿后面小后面的部位之外，还有拉伸到我们的小腿。你可以的话，你把腰包起来，把这里拉，这个是特别拉到我们的小腿。把这个不是这样子，不是蹲下去，垮往后退，这样看不见，往后臀部要往后，这垮，垮要往后，完了吧？接下来，这才是真正的拉伸啊！这样子错的，这样不是拉伸的，臀部要出去，这个垮部往后，好，把这个拉起来，
下个礼拜就再请假了。你们想停下来吗？不想。你们不想停下来，我看看，看看，我看看。姑姑，最好的护肤水是什么？最好的护肤水是，看我，看我，看我，运动汗水，对吗？这是汗水，你看我刚才涂的眼膜，眼膜完完整整在这里。然后，你哪怕是我做运动之前，你涂了护肤品，你还会出了汗，你看还是滑滑润润的，滑滑润润的。那好，我本来是这个时间已经是要下播的啊。但是因为我这边，因为我整天今天给你们准备的准备的功课已经都已经结束了，但是你们是不是很想再继续？烦恼哥，我想再听一遍这个系列动作，再来一遍。我刚才看了一个弹幕，我觉得特别好。他说看着这么瘦还是有肌肉的，就是我虽然是瘦，但是瘦的来我是有肌肉的。我是有肌肉的，这个才是我不只是瘦，我要瘦的有肌肉的才算是，哎，如果只不能只要求瘦是，但是说有太瘦了，我怎么会太瘦了？我是瘦的来有肌肉，要烦恼哥要干什么？烦恼哥要做什么？你们说你们想做什么，我就带你们做吧，烦恼哥。我们叫做那个随便跳跳吧。好嘞。哎呀，哥就当做我们是好，热身吧，热身一下吧，热身一下。噔，好，我的挚爱，我的挚爱，我对不起，我的挚爱，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我的偶像。好，准备。噔，不要动。噔噔，不要用脚尖啊。好。有节奏啊，大家觉得直播间的音乐怎么样？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来调整。这可是姑姑最喜欢的。你说音乐还是音量？音乐。没办法，我肯定有私心的，我肯定私心选择我自己偶像的歌曲，还有自己喜欢的。噔噔噔噔，嘟，一起烦恼，累了啊，喘气了，是的，小白在旁边喘气了。过来过来，他做的有点不好，我给你们说为什么，你坐，一起，好，准备。来，不行，放不下啊！等，来坐，你坐，进来一点。我要告诉你啊，你为什么做的不好？你看，你没节奏感，你手要出去，不是这样子，不是随便哈。上去，下来，有点力量，手要有力量，对，出去，对，噔，等一二三，都好，有力量的哈，一来，噔，对。有节奏的，嘟，对，好，快来了，噔，我找到音乐的点了。对，有节奏感，而且因为手，因为你手没用力，因为你手跟这个没用力，用，虽然我们是热身，还是要用力量。我心疼小白一秒，说跟不上。好，来。好，我们在旁边那个，好，跟我另外一个，准备，好，你看，有一个妈妈，你要有一个动作要，对，打球出去，对，准备一二三，呀，这个烦恼。而且你的手镯固定，不是这样子啊，用力，每一次出去都用力。噔噔噔噔
呀、啊，你是